我妈要跟你滚，我拜托你，我滚雨神，他想要滚瓜，我买一个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。美颜呐、啊，你是用什么身份要关瓜雨神呐、啊？是怀孕的好姊妹啊，还是玉生的小三？我警告你哦，你卖利用我怀孕对你的信任，对我乌白来，人咧做天咧看。你若是真正爱勇哥，你就紧离开，莫阁来害。我玉生活得好好的，你卡拉袂准来找死人，你是要拍七岁啊？你紧出去啦！我孕的话，伊就害啊！我拜托你，哎呀，拜托你，好不好？出去，你咋拜托你出去呀？原来迄天伫饭店拄着马英，毋是意外。我本来阁想讲，一定是我想伤济，是我误会啊。想袂到，玉生甲美颜真正伫饭店偷情。因到底是什么时阵开始的？我竟然拢唔知影。恁做比对的家属，告一个高维云，高律师，你符合关关的资格，你可以。维云，你就好运的。你那管管，干那你会袂念呢？无啦，亲嘛，什么好运？阮维云进前才落体，身体还袂调养好，而且管管是大手术呢，做伤元气的呢。你让阮维云小考虑一下啦，莫阁考虑我啦，维云身体嘛这么严重。无时间阁考虑啊啦，亲。妈，个性对嫂嫂嘛不是讲真好。这个时阵嫂嫂若是，阿妈袂当怪。或许你讲了无唔对，我甲维云的闺蜜搞不伦，我确实是一个渣男。维云若是唔肯管好我，嘛是我家己做滴来，我若无。嘛是我的报应。医生，我唯一管。好，我会安排你做其他的检查。喂。我唔敢欠你，一世人拢行不了。维云啊，你莫勉强你家己，你若无管，无人会怪你，吼。妈，是我家己愿意管的，无人勉强我。嫂嫂，阮哥根本就无在这里为管管。我哥一早就已经，我在侯玉生的时阵就已经看到啦。不管是好是歹，都爱做为面对。不管怎，玉生是我人，我是要甲帮伊管的。妈，你放心啦。有代志啊！维云对我遐尔好，命拢会当无的，我煞反背伊。维云，我真正做唔对啊，我对不起你。医生，我前两天落酒店的门卡口。恁两个妈妈还有恁小妹拢顾条条，我拢无法度来看你。
你敢不知道我做修理的？我叫修理，我早一点嘛就死去你。我真正要气笑。哦，这是便宜。那你让哪来的钱？全做了，快点话你莫话一些。是不是你妈还是什么人给你压力？你不是说过啊，咱两个人是注定爱做伙灵魂伴侣，我是你的缪斯女神，你别当无我，现在怎分手啊？我控制好势我的感情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维云。妹啊，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你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咱就要好好亲亲，能够继续落去，好不好？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，我就是你算过就单挑的七头米啊，就因为我跟你无婚姻的关系，你就会当凊彩把我放生，黄玉生，你心肝在家里有我吗？你，你想过看见我？我不是一个能吃的小白兔，让你会当凊彩单挑，你听好清楚。就算要跟你同归于尽，我也不可能跟你分手。心中早就知影我跟张若昀的代志，现在一句话都无讲。敢是因为伊早就决定要跟我离婚？我不爱，我不爱。不应该，我不应该失去心中，我不应该失去心中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张若昀，是害信强无想要搁爱我，我宁愿让张若昀付出代价，付出代价。我只不过想要好好爱一个人，我无想要孤孤单单过日子，现在大家拢要骂我，拢不爱听我。你较早跟我无加差的黄慧心，麦当看轻我，妈妈好离家，凊彩糟蹋我。丁美妍，你摸唔对，玉生只是因为回云要关我好伊，伊才会我去伊那边，那无才会人迫害。我绝对是头一个跳出来被关关的人，玉生也会爱我爱到死心塌地，深情的飞鸟也袂想要离开小白兔，对，就是安尼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挽回飞鸟的心。我不爱过一个人，过这种无人爱的日子。张若昀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彻底消失。
车附近无监视器，也无人看到是我开车弄着人诶。我甲信公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我袂用阁出代志，互信公对我失望。我要赶紧离开，我要赶紧离开。早我就是讲，我足巧的。经过这届，我才了解，我是在足戆的。遐尔好的某在我身躯边，我煞唔知互我珍惜。阿婆，是的，是我做唔对。你做唔对啥物？其实。既然我决定要回来委员身躯边，为今仔以后就跟阿姨一个人。即马若是甲明言代志讲出来，连带会拍歹阮阿爸的感情。其实我一直无甲己当作是有家室的人，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，做啥物代志拢敢若是我家己。结婚时阵讲要互你幸福，结果煞互你一大堆的麻烦，我实在足自私的。啊，不过你放心。为今仔日开始哦，我唔是黄玉生，我是高伟的翁，唔该系大汉后生，丈母的囝婿，我会好好把所有责任拢担起来。希望你讲会到做会到。对啊，即个你大姨，美颜，卡就一通电话给你，伊阁有。就要来便宜关心你。哦，对啊，你甲美颜哦，甲公司推荐我这个无名的设计师来负责迄个 luxury villa 的设计案。若是出什么事较差，你是要安怎甲公司交代？所以美颜才来便宜。这个你带伊无外观，便宜是毋是偷偷替你换一个头壳？伊进前是无可能会讲你是无名的设计师。啊！你大概拢会讲你足厉害呢。我倒也是小可欠伊啦。佮安怎讲哦？我黄玉生嘛，算讲是小有名气呢，差不多这么小。总算是小啊。老实讲，结婚了后，我常常感觉无快乐。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解决咱两个人的问题，所以我才会用工课来躲避。其实我嘛唔对，啊，经过即届，互咱两个人了解讲，咱才是对方生命中上重要的人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。老婆，多谢你。虽然讲我无把握，把所有代志做到上好，啊，不过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改变。